跟住落嚟，我会带大家声音导航一个冥想。首先，你揾一个属于你嘅角落，佢可能系你张床上边，你张梳化上边，或者系你客厅其中一个位，揾一个属于你嘅位置。安静的舒服的位置坐下去，坐下的时候你觉得很舒服，合埋你对眼，听着我把声带领你做第一次冥想的练习。合埋双眼的时候，你家可能会觉得大髀、手或者头突然间好痕，呢啲信号都系唔需要你集中听住我把声。我哋首先做三个呼吸，吸气，呼气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膊头，你的头可能会绷紧，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放松下来。首先，你而家揾一点属于你嘅中心点，佢可以系呢个头、眉心中间、心口或者肚。你揾到属于你嘅中间点嘅时候，可能佢会系一个蓝色、黄色唔同颜色嘅光球。将注意力摆喺个点框球度，然后慢慢由头皮开始，去到你个眼、耳、鼻，放松落嚟，将所有注意力摆喺光球上边。放松你的面，放松你的嘴巴，放松你的下巴，面向到膊头、手踭、手，再向到你的双脚、肚，全部放松，将注意力摆在光球上面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双耳开始有杂讯，不需要理会它，只需要听着我把声和注视光球。我们做三个吸气和呼气的动作，今次吸气比较长，吸四秒，忍住五秒，然后六秒呼气。我们练习一次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
후회. 而家你可能会有啲漂浮，可能会见到自己已经喺大海上边，或者一个草地上边，你就幻想自己喺间木筏上边，或者系沙滩席，系沙滩，好悠闲咁摊咁喺上边。身边嘅杂音、微风、雀仔嘅声音，将自己同大自然融为一体。除得你嘅混乱思维，自己喺度，你就坐咗喺度，注视住自己。你可能會唔知呢刻到底你有咩可以做，其實就係有得個思維放空，停止所有內在對話，任由意識遊走。尝试将意识打翻返嚟，我哋用三下深呼吸，准备呼气，准备呼气，再吸气，
呼气，吞一啖口水，喐下你嘅手指，捻下拳头，你意识已经翻嚟啦。好啦，我哋去下一啦。这个冥想训练就嚟到呢度，拜拜。